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，向佛要钱。佛陀带领众比丘弟子，向善信居士大德乞食，一行人皈依严整，众人无不投以钦仰赞赏的目光。然而，才刚刚转入一条小巷，情势马上有了戏剧性的变化。此路不通。一名其貌不扬的婆罗门伸出手指，在沙地上画出一条凹陷，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佛陀：“你交出500两金子才许通过。”佛陀一行人安静地站立于巷口，在烈日下，没有人移动半步。这件意外的插曲惊动了平沙国王和波斯匿王，纷纷带来奇宝珍丸，想替佛陀解围。“不要，我不收！”婆罗门非常固执，毫不妥协。没有谁了解他究竟葫芦里卖些什么药。终于，须达长者闻讯赶来，带着好几车金子。“先生，请笑纳，让尊贵的佛陀通过好吗？”须达长者小心翼翼地指着准备好的500两金子，陪着笑脸：“如果是你的话，就姑且收下吧。”婆罗门点了点头，接过金子，满意地走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？世尊，是什么因缘造就今天这场遮难呢？众比丘松了口气，一起向佛陀请教事件的本末。佛陀笑了。过去无量世以前，有一个国家名叫波罗。波罗国的大臣有个儿子，赌输了500两金子，仗着权势而不肯偿还。当时刚好波罗国太子路过，见二人僵持不下，就对赌徒承诺：“假如大臣的儿子不偿还赌债，我代替他还。”从此以后，无量世中，赌徒常常向我索债。当时的太子就是我的前世，而大臣的儿子就是须达长者。赌徒不是别人，正是挡路所禁的婆罗门呐。所以凡是负债的人，不可以不偿还，否则纵使修行成佛，依然不脱此难。假使10000劫，所作业不亡。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此生所有一切都是前世的因缘，修行不离因果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一切果报皆自作自受，无人可替代。了解此理，更要在因地上戒慎，断恶行善。